在我们单位上，给我们单位上弄了一个 workshop， 做饺子交给他们。盐油这里都有，你这不。我放乱放，我以后会。你有经历，你经验。你都有周氏包饺子食吗？厨师嚟嘅。第二呢，我第一次去帮手嗰时候，啊，因为我们都是 housewife 嘛，做嘅嘢都冇 consistent 喺 market 嗰度。你试下，俾我试下。哎呀，太咸太咩，唔得。哎呀，咁我点做生意？下个礼拜你冇 consistent， 人哋唔嚟买噶嘛。继母还在那边，他们儿子还在那跳舞吗？那边有人了，在哪里？没有人呐、啊，有人有车吗？就一两千多人呢，竟然有 400 people 哦，什么？没，你不要去动那个烧死的地方就好了，你弄其他的地方。来啊！我都弄你谁去？去。所以我们去的时候，还新加坡住一晚。年年翻嚟，哎呀，唔知我老公卜做咩治两晚，哎呀，一个礼拜好快过，很快赶来赶去也是麻烦。多长时间你们走？一个礼拜不了，哦，一个礼拜，那就是来回赶的。一个礼拜很快就参加这个婚礼，对呀，就快了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慢的，然后转叫他转一下，这个时候转一下，转一下，转一下。哇，两个手配合这样子。我在家里就是包这样，但是我比较少用煮，我是会煎，变成煎锅贴咁样香香地。是咩咖喱泡嚟嘅？吓，我唔识咩咖喱泡，旧版我买嚟攞，好叻咩哦，好叻咩咖喱泡。准备好了，大制作主张，来尝一尝。
嫌你们尝尝好吃的，尝一尝我们做的成功不成功？成功，assessment 一下，还有这个味道，我做的一般都是缺盐缺油。上次在你家放盐多了吗？上次在你家做的会让你记得吗？好吃极了，去那个。上次在我们家做的什么时候？你还记得那个 multiculture 那边？这些也是素，哦，这个也烂了，这些是蜜的。Morning, 今天不上班。